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Second session, second half between Ronnie O'Sullivan and Luca Brazzell. Before I start a video,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press bell icon so you get all of my video notification. Without further delay, let's start a video. 17th frame, Mr. Ronnie to break. Shingai Master final between Mr. Luca Brazzell and Ronnie O'Sullivan. Mr. Ronnie is in lead. Good shot from Mr. Luca. Slow shot to place a black ball. Fifty 在做单叫。 21 two blue ball and two black ball from Mr. Ronnie. Quite tough position to quarter red. Remarkable shot from the legend. Huang Jiu, 2库白酒, 甩头. Charlie, 这杆黄球打一句. Joke shot from Mr. Ronnie, apologize for that. <笑>角度向上。 Outstanding pot, 43 points straight from a legend. 好，沙利文也开始秀反角了。满球进的关键时候就是打得进。没错，低杆退回来，要到黑球。 56 56 points 然后一看这比赛快。 Nice try to suppress that ball. 71 point break. 72. Will this 是个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 ，from Ronnie the Rocket. Leave a comment.
in the comment box.86 87 93 94顶杆过百，27分。大家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关注到酷冬优选直播间，把手机调成竖屏，点击这个点这里直达酷冬优选按钮，或进入淘宝直播频道搜索酷冬优选，都可以直达直播间，一起来聊。109。卢卡，怎么对手突然之间到赛点了？神奇。114。18th frame, Mr. Luca to break. 开球堆，你还敢打的？Ball from Mr. Brazil. Seven. He chase Mr. Ronnie or lose final. 40 15. 球形其实还挺好的，是个高分。23 29 30 30 point break and position the black ball.38. You're now playing very well, Mr. Luca Brazil. 黑球得看见，行，粉球呢？但是这得是一个解下的线路吧？这能球打红球，这个打红带红是有点费劲吧？但是他就是做到了，这么大打红带红其实很难控的，绝大多数球员这球不准，然后带不带上就看命了。Let's see how Mr. Legend from the Rocket will react. Seven. 站台红球所在这个位置，对奥沙利文来说可就好带多了。
不管是红 K 红还是拿黑球，黑球在其他位置上也是没有难点，没有任何。换季的240克卫衣只要39元，点击屏幕上方的紫色的点这里直达酷动有选按钮，或进入淘宝直播频道搜索酷动有选。几乎向下的角度留好，红 K 红，但是有个 double case， 嗯，这球 39， 效果并不是很好。这放这么远，哇，那就是要攻到底了。好了，哎，线滑，看这个。送了价值超过1000元的这个球杆礼盒套装，目前免费送的球杆礼盒套装只剩最后一套，快去酷动有选抢好礼吧！点击屏幕上方紫色的点这里，直达酷动有选按钮，或进入淘宝直播平台。哎，运气解球还给你做一反调。没有道理可讲。哎，这人劲儿越大越有理。哎呦，这如果真死，嗯，还是勾了。这还不是着急颁奖的时候。哎，但是红球再走一走就漏了。嗯，这就漏了。Another chance for Mr. Brazil to win this frame.这主 VC 中带小面，往中带切。哦，这样的话，这个局杆极致玩命的。孤注一掷啊！布雷切尔相信也是听说过一句话：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啊，这杆中带。对，这个黄球确实太拼了。卢卡说这我还能站起来，但是立刻就完事儿啊。哎，咱们看一下分数啊。对啊，只领先一分啊，先跑下了。这时候敢翻带了，理性还是理性，两边分，斗一斗常规防守，争黑啊，最理想的结果。Outstanding cushion shot from Luca Brazil and win a frame.
19th frame, Mr. Ronnie to break. What a win by Mr. Wilson in a previous frame. Away to win a final of Shanghai Masters 2023.查理文讲刚才那粉球打进了，这会儿奖杯都搁我手里了，现在还得沉住气啊，还是想进攻。让我们看杆头啊很低，所以这球白球要往回放，我直接跳黑球，怕呢。Red ball bubbled out. One. Look at Brazil. Five. Looking. Mr. Brazil starts chasing Mr. Ronnie. 11. And Mr. Brazil only a 2 frames away. This 球已经入局。Title. Anything could be happening in this game.这个角度可能黑球得要同带。5 point break till now from a Brazil. One. 没问题，推起来两库，打进这颗之后，台面还有67。57。现在有一颗还需要接彩呀，下面59，彩球是超分球。挽救第二个赛点。
三杆75分，再破白吗？李文这是放虎归山啊。嗯，有点那个意思，制胜的一个粉球。And a foul and a win by Mr. Bressel. 20th frame, Mr. Bressel to break.球队肯定是挡左边，篮球走黑球右边一颗，你好在没给，哎，好球啊，推起红球啊，黑球，破红球，Daniel Sullivan, 6. Foul. And miss. Daniel Sullivan, 4. Again to play.十字回球需要非常薄，碰咖啡球，白球贴不贴库，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关注到酷东优选直播间换季的240克卫衣，只要39元，点击屏幕上方的紫色的点这里直达酷东优选按钮，或进入淘宝直播频道搜索酷东优选即可直达直播间参与。 Win a title and Mr. Ronnie only a one frame away from a Shanghai Master title, who was shot from Mr. Bressel. 哎，这感觉彩球连接啊，让你有 Sullivan one。
这个局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鏖战。Looking for a chance。有一个先不冷静的了。Mr. Bristol knows that he has only a one chance. Any mistake.奥查利文打过类似的上手球，打到制胜也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为了能够偷一点角度，所以才刻意打薄一些，但是薄的太多了，大角度朝上。哎呦，顶上之后还有篮球衔接啊，这球就接下来也有机会是被解决的。整个上下半台就有相当于有座桥了，篮球就是那座桥，够连接了。这篮球打的发力还是要扎实，发力还是要扎实一些。哇，这有点运气。是非常凶狠的拼，发力强带，角度又不是很舒服。过桥下来，台中这颗有打接飞球。顶带发回来要黑球，这都比较难。高等几名用户拍下这个高端白酒，直接送了 YC Power 的球杆礼盒套装，奖品价格超过1000元。这几位号。这个、This train taking too much time.哇，这球可能会成为一个机会。现在这个球形下，红球不难，但是放这红球就没叫好。那角度太大了，又得绕球台。Nine.
16. 能不能出机会还有待观察，带的比较厚，这杆球至少是也没机会 K 了，现在没机会 K。 20球纯靠准度打其实还挺要劲儿的啊，能如果对如果能 K 一下是最好的。球准度够，然后沙利文只能防守。哎，这白球怎么溜出来？是不是还受一点影响啊？黑球后面，卢卡这防守真的是够糙的，哎呀。粉球后面，卢卡这解球就是随缘使劲儿。有漏的话，那这球就再见了。但是在最关键的这一下，运气没有支持他。这会是最后的收尾阶段了吗？啊！这，这很少见。眼瞅着要超分了，但是卢卡把粉球打难了，要不要往里拼？哦，沙利文也得要粉了。哦，沙利文打篮只是超分啊，但是说篮球的话，卢卡肯定是不放的，又来这套。这球是不是可以打在先抄再说粉球的事儿？抄分真不容易啊！And he missed out a big ball and missed out a title win by Mr. Ronnie. Excellent play.